租车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做东西的，我现在是我如果对这个资源，我不大你跟我一些业主的话，你有了别人也进来，对，我你今天的话，明天就有人进来给你反正你看咱们俩吧，一个是都是山东人，咱们做这个呢，就是说多多少少都能努力一点儿，就能控制住资源。你看你控制高，想控制多好，现在还没人说能做成你这种这么稳定的。对。